一分钟带你学会上百种的扫弦节奏型啊。我们只需要把这六个基础的扫弦节奏型取其中的四个给它组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千奇百怪的扫弦节奏组合。比如说咱们取一和二进行组合啊，下下下下下下一二一二，也可以二三啊，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二三二三，还可以进行一二一三组合啊，下下下下下上下下下下下上一二一三一二一三，一三三三组合，下下上下上下上下下上下上下上一三三三。接下来是咱们最熟悉的一四组合啊，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一四一四，下下下上下下下上，也可以进行二四组合啊，下下下下上下下下下上二四二四。接下来呢是一四五四组合啊，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一四五四，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下上一四五四，也可以进行一四五六组合啊，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上下上一四五六，下下下上下上下下上下上一四五六，你可以给它任意的组合啊，怎么弹都好听。比如说弹一五六四吧，下下上下下上下上下下上一五六四。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扫弦组合啊，比如说一四二四啊，下下下上下下下下上一四二四，下下下上下下下下上。咱们在进行组合搭配的时候啊，建议第一拍用一或者是二啊，剩下的怎么组合都是好听的。OK， 老铁们记得点赞截图以便反复学习啊。如果你也在学习吉他，不要忘了关注我，视频每天持续更新。自学吉他其实很简单，咱们明天见。